溜达完了，该回去吃苹果了。开心。我的苹果呢？我的苹果呢？明明放在这里的呀。你找啥呢，哥？你偷吃老子的苹果？没有啊，这儿除了我只有你，我刚刚听见你哥了。太过分了，你要疯了吧？好气呀、啊、我可爱的苹果呀，刚吃了一半呀。同样生气的还有下面这位妈妈。当然要，妈妈，咱们去洗澡吧，有什么事不能洗完澡再说呢？